妈，你别急着了，还有你约会看夜景也可以呀、啊。哎呦，亮亮啊，你点点啦、啊。妈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刚刚那个系统怎么会说自动选择约会方案啊？再来呢？再来嘞，更不经讲再来嘞。哎，宝贝你啊，怎么啦？妈，你最近好吗？哎呀，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，好久没有看到我的宝贝女儿了。妈，你不要学八点档这样撒狗血好不好？哎呦，最近天气很热啊，宝贝女儿又要上班，没办法当我的司机，太懒了。要不然这样好了，过两天我找时间回家陪你吃饭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老公是不是都没有好好喂你吃饭啊？怎么要当妈的人呢，还让人家放心不下？不然，亮亮，之后你来当我的司机，我来照顾你啊。妈，你是都别讲啥，我都说我过两天有空就回家陪你吃饭哦。啊，你好好照顾自己，我先忙哦，拜拜。电话会不会挂太快啊？我要打个电话回去跟妈撒赖一下。算了，不过妈刚刚说她出门找朋友还有出门买菜都没有自己的汽机车，这一点是真的不方便，帮她想个办法。嘿，就是你了。妈，我就是你的小福星。没头没尾是什么小福星啊？你是安怎？那大粒瓜、小粒瓜，搁这尼啊喘？我哪有大粒瓜、小粒瓜，还有你喘呐？哦，你很可疑哦，你在干嘛？没有啦，最近都没有出门去跳广场舞啊，都在家里运动，跳个有氧啊。不过你刚刚讲的是什么小福星啊？啊？哦，我差点忘记了。啊，你之前不是说来找我很不方便吗？我替你想到办法咯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什么方法？就是啊，你以后要来找我，可以利用 iRent。iRent 是什么啊？iRent 呢是一个24小时随时随地提供租车的 APP， 它的操作非常简单，也非常方便哦。那我的小福星赶紧过来教我怎么用啊！这个 APP 呢，我自己平常也有在使用，它真的很简单，也很方便。那我先跟你讲步骤，然后你再下载。首先呢，你先下载 iRent APP， 然后点开它，然后准备你个人的身份证还有驾照，就可以轻松的注册会员。那 iRent 呢，它是全台湾哦唯一同时提供共享汽机车的服务平台。它呢操作不但简单，而且呢它只要切换按钮，你就可以看你要租借机车还是租借车子，都可以租得到哦。哦，等等等，讲太快了，我还没有换 5G 呢，网速很慢呢。好啦，我讲慢一点啦。首先呢，你先点开这个 APP。然后呢，在右边这个切换按钮，你可以选择看你要租借汽车还是机车都可以。那我先示范汽车给你看，然后在下方选择你要租还的时间跟日期，然后点选家里面附近的红点据点，下方就会出现可以选择的车辆。哦，点车子之后，下方会出现很多的资费。在那边还漏啦，系统自动会帮你选择最划算的资费方案。哎呦，公妈，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刚刚那个系统怎么会说自动选择优惠方案啊？再来呢？再来嘞，更不经讲再来嘞。哎呦，再来嘞啦！好啦，好啦。接下来呢，你只要点选确认订单就可以完成预约了。然后呢，你就是拿着手机里面的订单，去附近找寻你刚刚租的车子就可以了。
那因为这个平台里面呢，它有租借汽车还有机车，所以呢，像你要去大卖场啊，还是菜市场，还是去朋友家串门子，甚至你要去找外婆，都很方便哦。啊，这个真的很好用哎，以后出门可以多多利用 iRate。哎呦，宝贝你啊，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哦。哎呦，我很想抱孙子嘞。好啦，妈，我都已经大汉啦，我得要生囝，要做人妈妈，我会照顾自己啦。啊，等到是你。我告诉你，你要约会哦，也可以用这个 iRent 去租车约会哦。不过要注意安全，然后晚上10点以前要准时回家。今天就来测试我们亮亮教我用的 iRent， 很简单嘞。哇，真的好方便嘞，可以在我想要的时间地点拿到车嘞。我们家的亮亮还真贴心呢，还帮我整理了还车的笔记耶。亮亮啊，快来开门啦！哎，怎么了？没在家吗？亮亮，哎呦，亮亮，啊你是安怎？啊你是破病哦？啊，来大粒汗，细粒汗啊！啊，是要生啊？哎，无发烧啊？我这查某囡仔要我惊死哦！哦，起来，起来啦！哦，哎呦，惊死人啊！我拄才咧饲电铃，饲到遐大声，啊，你奈拢无听到啦！啊，搁看你遐艰苦，你袂用惊死哦！妈，你这紧张要创啥啦？我都无说是睏去，要开电风，迄足热呢。好啦好啦，人啊无代志就好啊，无代志就好啊啦，吼。嘿。嗯。啊，你今日是要甲人约会，你哪样走来？啊，就是你教我用迄个艾伦啦。啊，我即摆会晓啊啦。啊，会晓我都要带你出门来去见一下啊。啊，来食咖啡。食咖啡，这么好，好行。好行新车啊？没有啦，哦、这个亮亮啊跟我说的 iRent 啊、哦，这个租车的 APP 真的很好用哎，不管去哪里都可以哎、哦。妈，你别急着了，还有你约会看夜景也可以呀、啊。哎呦，亮亮啊，你点点啦、啊，那都爱国公接出来哦，你同听。哎呀，不要紧啦，然后跟我说 iRent 有多好用，我也想用用看哎、哦。我跟你讲哈、哦，哎妈，这给我来就好啊。玲玲，我跟你说，你手机先拿出来，你先下载 iRate 租车这个 APP， 这个平台里面吼有超过10000台的汽机车任你租借，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想要租的时间跟地点，它的操作非常方便也非常简单，你动动手指头就可以轻松租好车子啦。重点是呢，因为它是用手机租车，所以呢24小时不关系，你当时想要行车，当时想要借车，拢会用诶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